大家好，张大哥直播室又来了。新加坡大选2020总算来到最后一天，接近尾声。明天是冷静日，后天就投票。后天晚上就开票。大家是否在现在已经做了决定？或者说，我所说的那中间选民是否已经把你手中的一票决定要投给谁？民主政治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每个人手中有一票，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珍惜，我们要选出你心目中的代议士，真的能够为你的选区服务，也能够代表你，代表选民，也代表他的政党在国会里面问政。这是国会议员。当然，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肯定是当选。哦，那我说肯定是因为。虽然所有的选区都有反对党，都有在野党，但是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眼睛是雪亮的。在在野党的这一些阵容，我们这样看一下，有哪一些真的是能够让你觉得能够取代执政党的，也绝对不可能多过这个93议席中的一半以上，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几乎人民行动党是当选的，因为我们算过嘛，如果你让在野党能够进入国会，最多也不超过20多席。讲归讲，在新加坡的这个选举历史上，我们的最大党还是一党专政。几十年到今天，从来没有政党轮替，人民就是这样的相信人民行动党。那张大哥直播室的立场很简单，我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个人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我知道行动党的确有很多政策是对人民，是对人民好的。的确，新加坡也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国际耀眼的小国，但是却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过去我们说过，我们的先辈李光耀先生所带领的团队能够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我们心中还是要有那个感谢。我个人，你知道我啦，我曾经也是在公务体系下服务过，所以我对李光耀先生过去的执政，我是认同的。但是，对于他一些对付异己的手段，我就不同意了。那我们现在想一想，现在的人民行动党到底能不能够像李光耀那个时代，他有一群很忠心、很廉洁、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这个团队呢？像杜敬才先生，像吴清瑞先生，像王邦文先生，还有许多，都是能够独当一面，都是在各自的部门能够很好的发挥。当然不会忘记王鼎昌总统，从前也是副总理，在他还没有当总统之前。所以现在的选举这一次是特别的，因为这一次特别的原因是第四代将要交棒了。将要接棒了
李总理的那个团队几乎在这一次的选举都退下了，那他也要交棒了，他也算是要交棒了。那最大的在野党工人党这一次也是很让人意外的，其实也没有说很意外了，因为刘成强先生之前跌倒，然后他现在的健康在康复当中，他也卸下，然后阿育尼计选区的三个重要两个重要的人物都卸下了，陈硕茂这个刘成强，那令人惊讶的是方荣发也卸下了后岗。那这几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些接棒的人他们的表现，那坊间对这一次的选举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觉得民主选举九天的确是给大家很大的考验，在这一个九天当中，我们看到皮子哦，短兵啊，交锋哈，短兵相见，然后非常激烈的交锋。因为是网络，没有这个群众大会，所以就显得精彩不足，不足精彩，请原谅我的用语啊。但是呢，万分的紧张，因为每一个课题被抛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很快的回应。那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行动党当然有一批新人非常耀眼，背景也很好，那也有一些很基层的，很服务人民的，过去在基层耕耘的，那在野党也是有很多新的。现在的在野党比起几十年来，几十年前真的不一样，有一些他们的学历，他们的背景都非常的让人家觉得说，哇，你不参加行动党好像很可惜，你来在野党，当炮灰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啦，病理学家啦，大麻雅啦，心理学家啦，姓洪先生，是我记名字真的。那还有一个屡战屡败屡战的徐顺权，都是非常，如果从背景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当然工人党佘雪玲，他默默的耕耘，上一届的大选以为他会出来，结果没有，因为他在工人党的加入的时候刚刚加入，所以现在经过了这五年在东海岸的这个默默的耕耘，大家都很熟悉他。那这次的最精彩的地方也在东海岸，东海岸，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圣港。东海岸精彩就是因为对手放一个最重量的所谓的，不是所谓的，就是未来的准总理，如果他败选的话就没有了，他就不这个阿育尼从前那个王文荣的后尘了。如果准总理败选，我都说了是国际的，明天国际大新闻。那另外一个选区也有可能一拼的，就是圣港那个执政党所派的部长也是重量级的那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很多课题一抛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激烈的辩论澄清。那工人党是一个突破，不管他们这一次胜和败，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阵容，就是因为旧的都愿意退下来，像刘成强先生但是他说他是退而不休是退下来不是退休。当然还有方荣发，还有陈硕茂退下来，他还是很关心他的这个工人党的表现，因为这一次是必担心
带领。你看工人党的历史，从马绍尔到惹耶、热南，然后到刘成强，然后到毕丹心，都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而刘成强更是一个以一个华校生，他都自己讲，当年他当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英文是很不行的，当然现在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华校生的英语程度就是这样。但是刘成强他告诉毕丹心，最重要要和人民在一起。那很多坊间很多基层就说，哎呀，没有华语，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因为用网络，讲华语讲方言的这些基层的老百姓真的对这一方面是很对这些网络世界是真的是很陌生。那电视机的竞选广播又不允许用方言，只可以用华语。那华语你看没有几个，没有几位是完完全全用华语，有些只是三分钟，当然了，当然重点还是用英语，大家共通的语言，母就是官方语言来演讲。所以我也有说，工人党他过去优势的这个群众大会的方式他们也没有采用，最遗憾的就是第一次竟然没有派讲华语的代表。那毕丹心的解析之后，包括他昨天再一次的解析之后，果然就是我所说的，被这个辩论两个字觉得说他的代表没有这样的水准能够辩论，所以就说先不派。当然这个我是不认同的，你们看到几位候选人讲华语的还是 OK 的，可能因为对手是王以康啊，就有一点错误的那个安排，那他现在已经也承认了，间接上是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接下来绝对会好好的栽培双语的人才，双语真的是双语，双语真的是两边都要好，千万不要双语而实际上华语也不是很行。那像张大哥这样，我都说了我的华语也不行，英语更烂，脸皮厚厚讲方言都敢讲，就是为了要跟大家分享我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心里的话。那我昨天有讲希望刘成强啊真的会演讲，那个场讲方言的资深党员真的会 出来讲，结果刘成强真的有讲，所以今天大家听到他用潮州话用潮州话用这个华语来分享啊，哈，主要是因为他本来以为在群众大会他可以出现你看啊，如果这次有群众大会，工人党一定是大家又是很期待的，在那边听他们演讲的时候呢，就算是毕丹心也会讲很好的华语啊，大家也知道他有讲过，大家一定是很热烈，然后依依不舍。然后刘成强如果出现的话啊，真的是大家知道那种高潮，那种明星的政治明星的那种效应啊，就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我认为，我再一次讲，选举是这样的，政党有政党的功能，政治明星有政治明星的功能，千万不要忽视那一个政治明星的光芒，哪怕是昙花一现，就发挥了一个影响力，特别是九天的选举很重要。我说蛇雪灵的效应，大家看，你去看他的影片，每一个的那个点阅率跟那个观众的人数，真的不是盖的。很可惜啦，我还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工人党的候选人蛇雪灵并没有发挥他的战斗力。如果我们玩 game 的话，有100分的那个战斗力，蛇雪灵只发挥到30-40%罢了。当然我也能够明白工人党他们希望以团队的那种精神，所以毕丹心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带领的，或者大家他们有团队的领袖们有商议要有怎样的一个方式，那没有错，
那个是以党为重的一种模式，就变成个人方面都要平衡发挥，可能他也有他的道理了，因为很多时候除非像那个陈真真这样单选区就可以发挥，但是如果佘雪玲放在团队里面，他们几个的那个能力在一起就要非常的平衡，因为选民会选说哎，我不是选你一个人，我选你们这四五个人，所以你可想而知在竞选广播里面有些政党明明是四人的阵容，只有两个人讲话，当然各新党的那个他的秘书长因为居家隔离没办法出现，那个是另当别论了。其他真的是有一个不懂什么选区，我是拉丁马斯是吗，竟然对手都没有，单选区对手都没有出现了，不要出来辩论没有出来广播，没有出来演讲，真的是我也真的不明白。所以有时在野党的势力大家都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差强人意。那我话又说回来，我好好的冷静想一下，这一次的在野党有一个革新党的讲话讲的华语讲到滴滴答答的，张大哥比他好一点的，但是我心里想我蛮尊重他的，蛮欣赏他，因为他是年轻人，厚着脸皮华语讲不好也用华语表达他的政见，大家结果也算是一个网红啊。那另外一个是唯一的一个独立人士，哇，一只马嘞，哇，真的现在独立人士也进不了，他的那个他穿上的自己的竞选服装也有一只马，他当然没有机会，他只可以去派单张，没有群众大会，他就是那三分钟哦，讲出他的政见和为什么他要参选，所以你也真的佩服这些人。那这一次的议题一提出来的话，大家就非常激烈了。那我们知道这一系列的议题当中最担心的就是涉及到种族的，涉及到这个宗教的，那很可惜啊，或者很遗憾啊，或者很不幸啊，工人党的候选人这个赖伊莎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警方在调查当中，到我现在这样录影的时候是还没有听到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听说告发他的人也被警方调查，因为他似乎也发出这样的一种言论，所以你看事情就是这样。那我很欣赏这个话规划，虽然我支持在野党支持工人党，但是我也很欣赏那一个团队盛港的团队他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尽量的吵起来，其实是不对的。那我很大力的反对这个行动党竟然要求赖伊莎把他的那些不应该公开的那些言论，他是把他收起来嘛，竟然要他公开出来，这种真的是提这个意见的，我不懂是谁，就是行动党到底谁发出这个新闻稿了说他们要呼吁什么什么，其实真的是馊主意。那我们也看赖玉莎的团队里面有一个非常耀眼的林志伟副教授，还有他们的领队，上一次有参加单选区的这个一个卢是我名字真的是很糟糕，很多网友有点骂我说这个张大哥的直播是每天忘记人家名字就是他们四个里面现在三个都很出名了，这个赖伊莎本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也变成网红了，你知道吗？很多人同情多过批判，这是很奇怪的。或许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第一本来就要我们在那保护少数民族嘛，要更多的包容，第二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不是所谓了，是它是一个团体，慈善非盈利的团体的创办人，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这些不公不义的事、弱势，他都去。那我个人就觉得说，如果每一次选举到最后就是把一些人的过去拿来讲的话，就希望未来的选举制定很好的这个参选的资格，索性把检查一下候选人的资格，你索性要他们填嘛，过去你有什么这些有关的言论著作，然后你们可以审查咯。如果你是一党独大，你要这样审查也没办法，就是凡是涉及宗教啦、涉及族群的、种族的，就不要来参选好了是不是？所以就没有这种问题了。那现在到底他的言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也不敢说。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那个选区，盛港的选区，很多手头族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看法观点反而因为这个早报的这个有一个早上有一个记者们的这个谈话当中，有问那些观众，你支持不支持拉伊莎，如果是你的选区，竟然有 55% 的人支持他。网络上当然特别是Instagram， 年轻人都在用 Instagram， 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已经不用 Facebook 了。张大哥 的这些网友都是40岁以上的，我有这个数据，我知道年轻人不会听我讲。所以 Instagram 里面你看到的年轻人都支持，所以你要讲什么，特别是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 一票，难道你敢讲说，你年轻人不明白啊，现在 很危险啊，国家这种不当的言论造成族群的撕裂，对，这些都是对的，问题你还要求他公开，那不是你要怎样把伤口再一次的跟他撕裂出来，然后你撒盐在上面嘛。所以我觉得真的那个这个盛港的行动党的团队，他们就是默默的耕耘，真的有压力，因为他们知道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一次大选，如果行动党会有选票流失的话，就是人民的生活生计未来的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大家的心情会不会投射在这反映在这一张手中的一票，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很有可能，那我在过去的影片提到一群人，因为我天天阻断过了之后，就是放宽之后，我出门坐计程车坐出租车听到的这一群人，七万的这个出租车跟德斯司机，我说了他们接下来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危机，你要他们转行转去哪里，你要他们硬硬撑的驾车，是因为现在政府还津贴他们六个月，这下半年的六个月每一天智库人士还有1500，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哦。所以有一个安哥不是拿不到，跟卓斯这个那个跟 MP 呱呱叫嘛，那个影片。所以现在还有每个月算起来有1500，3000嘛，九个月。问题接下来呢，整个的那个德式跟出租车，如果因为疫情现在又听到说可能空气 传播，所以很多行业已经是差不多接下来是面对很大的问题了。你不要说，你现在不要说外地人了，外地人也只好回了，不行啊，他们没有工作，回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
那本地人也是有困难，做什么工？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小型商店、小型企业都面对了前所未有的那种灾难了，好像世界大战了。如果我不客气的说，现在美国的死伤人数，各国家的那个疫情的死亡人数也真的很可怕。那新加坡后面做的不错，这是我个人认为，前面就有疏忽，所以双方也在一边哦，为了这件事情，当然了，执政党不可以说我错嘛，在野党就说你做的不好，如果换成我做我会怎样，执政党说你根本没有提出来，在野党说你做政府为什么我要提出来，我只是监督，所以现在攻防都有疫情，但是大家把这个疫情无论如何到目前呢、啊，社区开始越来越多了，大家也很怕，不懂会不会，因为前面是数目很大，但是都是客工，在这个客工宿舍里面被检验之后痊愈了，肯定他没有病毒才让他们恢复工作，但是现在大家出去外面了，可以交流了，哦，开始来了本地的疫情，社区的疫这个感染的数目这几天都一直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也是担心未来怎么办、啊、特别我一听到空气传播的话，我就说哇，戏院那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啊、的事业几乎是停摆了，所以你相信这个政府如果一党独大能够带领新加坡走出这个走出这个困难的话，张大哥也没话说。如果你相信国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些代议士是在野党的，能够帮忙一起监督这个国会，你或许就会把你手中的一票敢敢的投下去。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那你的选区的在野党你愿意投票给他们吗？还是你认为执政党很好？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对执政党、哦、感恩感激到常常说哇，你们在野党的老百姓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喜欢就移民吧其实这些话都是很笨的话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选举嘛，两边都有支持者嘛，我定调为 30% 跟 30%， 中间的 40% 才是中间选民，才是你要去争取的。讲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啦，或者整天批判政府到一文不值的，其实你都会失去中间选民的选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今天这个影片我是倾向支持在野党，但是我在这个影片当中我绝对尊重你手中的一票，只是问你会珍惜好好的投出那手中的一票吗？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选区是在哪里、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对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候选人你有什么看法，但是新加坡真的需要在野党吗？那工人党这一次必担心真的是破釜沉舟，因为他第一次接任党主席、党秘书长带领年轻的，然后刘增强、陈说茂、方荣发又退出，他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讲华语的没有放那个 代表进去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都像我张大哥是华侨生都觉得哇不可思议，后来慢慢听他的解释我们也能够接受他，因为他的标准是很高的，他说所以他以为啦、哦、辩论是要放很好的人才进去跟这个王以康能够谈，那张大哥当然觉得说不必要、哦、所以我这一次选举这个次的选举 我对那个革新党的那个年轻人虽然华语讲的真的不行，
但是你勇气可嘉，因为你敢参与政治就是勇气可嘉。对那个独立人士，哇，你也勇气可嘉，你的衣服还让我看到那只马，你选那只马，你还刻那只马在衣服上面，然后你还说，哦，你要回应李光耀的召唤，哇，这你个人的参选的那种战斗力，哇，我觉得真的要敬佩他们，至少他们敢了，啊，我们这些人敢吗？不敢了，啊，是不是？所以他们甚至可能按规定都要被没收嘞，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出来参选。政治是每个人所有的权利，特别是我们有手中的一票，我们也有参选的那个权利。那我们千万不要觉得那些人参选，哦，是不行的。过去我们有这种想法，哎呀，什么啦，讲华语也讲不好，讲英文也很不好，什么消防员呢，啊？对不起啊，我讲这些不是，就是你的职业没有很耀眼的那种背景，就给人家批判。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曾经有这样的看不起这些人，或者觉得这些人不够资格代表你，但是我请问你，你和我敢去参选吗？每一个参选的人，特别是在野的，当然在野他要被打压嘛，一定啊。我没有说对和错嘛，他本来在野他就是没有势力的，他要面对国家庞大的机器嘛，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他们愿意参选，我们就要觉得要鼓掌鼓励了。像那些当那个妈妈这样，刚刚年轻，孩子还小，哦，现在陈真真嘛，那个工人党的，哦，要在那边参选不容易啊，真的要给他们鼓励。所以这次的选举就是因为这样，少了方言，少了华语，你就觉得哇，对那些基层的，就特别是工人党，会让人家觉得哇，这个改变太大了。所以他们有些人就，当然这些批判的当中有一些是政治的手段啊，这个选举的那种黑暗的一面啊，哦，故意批判的很厉害，其实他也不是支持工人党的，他不是真正会想的支持工人党的，为什么必担心会这样，就去了解嘛。后来他自己承认错误，他把那个标准放得太高，其实是可以派代表的，所以接下来他都会派代表，他也希望党因为这件事情他也会很，他也反省，他个人也做反省，他说接下来要好好的把一些双语人才带进这个党里面，哦，他也发现诶，那个福车官其实是不错的，啊，也很精彩啊。是啊，本来就很精彩啊，我都认识他，哦，那我也讲他啦，我讲他呢，他对那个政治明星的那个解析其实是我不认为是对的，但他有他的看法，我刚才已经解析了，政治明星在九天的选举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佘雪玲为什么，我觉得她的战斗力如果是100%的话，只是发挥到40%罢了。那当时因为她是代表集选区，哦，不是代表单选区，所以相对她也比较吃亏，哦，没有办法发挥，但是她还是很吸引很多人，所以还怎么讲还是年轻了。所以下一届大选如果这一次没有办法参选，当选，或许是高票当选，或许是当选，对她的政治生涯是个人的政治生涯是真的一个里程碑了，所以也祝福他。那包括那些林志威啊，那还有那个辣玉沙，本来也默默无闻的嘛，我们看来温温顺顺的一个人，现在为什么牵涉到这一种问题呢？那大家也要去好好的去想过去的言论，他是少数民族代表弱势，有一个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团体，弱势的团体啊，非盈利的团体的创办人，所以他所受的教育，他年轻，所以对他的事件，我个人认为对工人党有些人认为有伤害，我个人认为可能没有伤害，反而加分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选区是盛港集选区，很多年轻人，年轻人的看法跟我们这些老油条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他
们会有一种天生会同情弱者。所以我说了嘛，你要他把执政党说要把他过去的事情公开，这点本身就已经莫名其妙了。公开的话不是让什么种族啊宗教，如果是这些内容都是仇恨的还是什么，真的啦，不一定是啦，那不是要掀起更多的冲突，那就更加不应该了。那现在是警方调查，大家也不方便多说，所以工人党也绝对不会这样放弃嘛，都已经来到最后三天了，今天明天了，就三天前的事嘛，那三天现在已经是剩下最后一天了。那警方也发现那个告发的人，现在也要同样要把那个告发的人调查告发的人，所以案件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个立场，我们真的不希望宗教跟种族这些事情破坏我们的社会，我对这一方面是绝对的赞成。宗教上卖花赞花香就好，不要仇恨，种族上也是彼此相亲相爱就好。当然刘成强先生在他的言论当中我感同身受，我们作为华校生在那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改成英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一批华校生，我跟刘成强是相同，他大我一岁，还是一岁最多大我一岁，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牺牲者。那当然我们还好啊，政府也没有完全抛弃我们啊，所以我还可以在公务员担任了14年嘛，但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是没有的，除非我的英文真的，问题是我本身就是我有语言障碍，你们李光耀先生所讲，每个人有些人我只可以说一种语言的，但我现在英文是滴滴答答，华文也因为就是这样，我们这种不是，我们完全不是语言天才啊。我记得我去求学的时候我还要去读希腊文呢，我的希腊文初级希腊文拿一个 D 回来呢，不及格的话我就不能够毕业。后来咬紧牙根呢，那老师讲师也手下留情，初级二的时候还勉强拿到一个 C 才可以过关，就是 D 是 doubtful 啦，但是还可以过关的，不是 fail。F 就是拜拜了，匪楼了就没有了。所以我感同身受，我英文都不好，希腊文呢？但是现在这些专业哈，你读希腊文不一定要读英，不一定要英文来作答，你可以用华文来作答，那就比较好一点。所以你想，语文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可怕啊！那个时代突然之间，官方都是用英文，去大学都改成英文，所以我连读都没有读啊。报名了都不敢进去啊，所以我们那一代的人，好像刘成强先生说，好像华校生被人家尤其是分流制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政府带来的一些后遗症。我们现在也不是说，我也不想旧事重提了，因为 我感恩了，虽然我是华校生，但是我两位女儿都是学问都是超好的，所以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能够今天这样的年龄可以直播，人家笑我，我也脸皮厚厚讲话比例大大，烂英文烂华语没问题，最重要你知道我是用我的心用我的诚意来表达我的看法。张大哥直播室就是这样，如果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呢，同样的就好像你去怀疑为什么那些参选人明明背景都不够，为什么要成为独立人士，为什么要去这个电视广播的时候这样的表现，张大哥跟他们一样。但是你就要问了，诶，为什么张大哥还有人听啊？是啊，我还有几百个人几百个观众网友每个晚上就是支持我的
这个演讲，我的这个论述，他们还是这样支持，为什么？那我当然是有点啰嗦了，我随便讲一下就是一个钟头，现在已经40分钟了，所以我们是直播嘛，我不是主播哦，我是直播客，而且我一直整天要拿这个来讲，我就是直播客获利的 qualified 的合格的谷歌认同的，能够有获得广告收益，所以请你们看到广告的时候打赏一些广告费给我，不是你们付的，广告商付给我。哎，不容易嘞，要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条件，成为获利的直播客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真的拿到了。虽然我的网友群很少的，但是一步一步做啊。将来我的退休就是这个，就是我常常跟我的内人讲，这个就是好像有些人退休了，带着鸟笼去玩鸟这样啊，家里养鱼、种花、种草。哎，我说我的直播世界就是我的以后的这个兴趣嘛。那我还可以表达我的心声，能够把我过去人生的经验、生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或许可以帮助到大家。有些看法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张大哥提醒，诶，啊，我曾经也是在各方面都帮助过这些人。所以回到这次的选举，前所未有网络的选举，也前所未有工人党必担心，很担心可能全军覆没，也前所未有这个陈清木带领的这个前进党来势汹汹，也是前所未有很多年轻的候选人前途光芒，包括执政党也好，在野党都好。那因为我们支持工人党，当然要特别提了啊，何雪玲啊，陈真真啊，林志伟啊，赖玉莎啊，就是红嘛，红了就是大家就看他表现啊。所以我告诉大家，你手中的一票有没有是这些人的选区呢？当然还有陈立峰啊，退守不是取代方荣发守住后港，如果后港都败了，阿余宁也是败，其他的基本上也很难拿回来了。所以工人党的确是他们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战，你让他们进去，他这个党就能够发挥很好的在野的这个作用，新加坡的民主政治才是健康的。我绝对不认为一党独大然后放那些非选区就表示新加坡是很民主的，世界各地就对你拍手鼓掌，没有这回事的。坊间不是说咯，当我们的民选总统没有选举就成为民选总统的时候，听说啦，那些大国都没有喝电了，不懂怎样喝电嘛，你要我怎么喝电？没有办法喝电哦。不是说我们的女总统不好啊，先讲，她当然也是优秀的，问题就是没有对手嘛，很可惜嘛，所以就变成她的民选总统就不是民选的，因为我 over 嘛。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我想。那你说对抗疫情一党独大就肯定好吗？不一定啊。我有提到啊，纽西兰的女总理，为什么纽西兰到现在就是新西兰啊，有些人说纽西兰，我习惯叫纽西兰，女总理也是没有办法一党独大的嘛，但是她能够联合所有的人一起的对抗这个疫情。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政府，你大概有 99.98% 是执政的，不管在野党有多少，或者你完全赢了也没办法，我们也没话讲，最重要你要联合所有的人，就不要去管他什么政党，好好的对付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才不管你什么党这个疫情才不管你什么政治明星啊，这个病毒就不管你是什么政治明星，也不管你是什么人物，当他来的时候对付你和我的时候呢，啊，特别是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像我这样立国一代，啊，或者建国一代，身体又不好的，真的是看到病看听到这个病毒的那种可怕，你每一天过得还是非常的担心。那看到自己的小辈们现在在生活上到底能不能够继续的，在还好他像我这样，我的家庭成员都在工作，没有人失业，但是你还是觉得哇，不懂会不会失去了工作，每个人都担心哎。那选民们很简单的，手中的一票，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想。啊，中间选民全部靠你们了，真的，两边的。Die Hard Fan 是不会跑了，我觉得这一次各自的 30% 都就位，中间的 40% 就看大家明天有冷静日好好的想。公平的话，冷静日的话，你千万不要去看电视看影片嘛，不要再听了，过了12点什么都不要听，最公平的，不要再看张大哥直播室，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听，后天去投票，将你心中神圣的一票投在你心目中最合适的代议的候选人，不管你投谁，不管哪个政党胜或败，新加坡一定要赢，这是我最后的总结，因为我们是新加坡公民，我们真的要联合起来，所以我也希望各政党都要有那种民主的素质修养，好好的带领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这是这一次大选不同的地方，立刻会面对选举后生活生计，现在在野党也好执政党也好，这次的选举其实生活跟生计跟疫情后疫情要怎样的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课题。如果你还没有看我的影片，你从我前面的影片一直看下去，张大哥基本上我的看法都还好，到位，到位就是都没有偏差，都看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啦，选举啦，自由民主，你个人手中一票，我们很骄傲的，不像有些国家连一票都没有啊，真的，有些国家是连投票都没有。那有些不是国家，很想成为国家。那有些国家选举是不公不义的，我们也看到，那我们对新加坡执政党啊主导的这个选举还是绝对的有信心，所以千万也不要担心说那个盖啊那个印啊会消失，如果你这么担心带自己的笔咯，就是这么简单咯，哦，你问我我会带笔带在身上，那我也要看那个盖是怎样，我说如果能够盖一下也不错嘛，哦，有人坊间这些谣传的，有时也真的，选举局说不是啦，因为老人家拿笔真的很辛苦，真的嘞，你不要以为老人家能够拿笔嘞，很多时候啊，老人家没有办法，我做过监票员，我懂，他没有办法拿笔了，他已经衰落到那种地步哦，所以有时他的亲人又不能够陪他，只有那个协调员哦，那我们这些代理人就注意看，那个协调员要很公正的，只是问那个老人家这个是投。这个投这个你要投哪一个，他就讲我要投这个，好就花。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决定哦，那些代议士代议员还要拿他的手去投的话，变成是那个协调员的意思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这些代理就看到就说 objection，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决定，跟他女儿，他的儿子说，是啊，他已经失智症了。哇，我心里想，你带失智症的病人真的不可以投票吗？他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了，所以我的 objection 呢就废票了。选举官就说，啊，对，废票，不好意思。啊，他儿子说，啊，是啊是啊，他们因为怕没有投票会犯法嘛，很多老百姓就是不懂，所以一些盖印可能会比较简单的，他只要指我要投这个，然后你盖下去就有一个查的人，我不知道，我看影片是这样的哈，然后那个纸还是应该是没问题了，应该是没问题了。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带自己的笔咯，哦，不要带毛笔啊，不可以带毛笔，带圆珠笔，要有印哦。make sure 你在家里画画一下有没有？记得打叉哈，不要打勾啊，打勾就不算了。记住哦，打叉，不要打出线，打好一点。所以你盖是盖比较容易啦，所以我还没有决定啊，我会带笔去啦，因为我那人讲笔带在身上啊。哎呀，这选举，那我是绝对认为是去投票，手中的一票摸在手上的投进去，我绝对反对那种电子去按呢、啊，哦，不能够接受。那个我的。因为我的电脑姿势不是太好，所以我不大能够接受、啊、能够按了你按 button 结果成绩出来我真的不能够接受、啊、那一票放进去然后那一票打开出来念、啊、你这一票是投给谁的我就能够接受、啊、是、啊、我不懂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呢、啊？以后科技更发达人的脑里面只要想要哪一票就投到哪一票去哇，我真的不要去想以后了，好不好？所以大家谢谢大家啊、今天这一个影片是延后播出的、哦、我没有办法在线上跟大家打招呼、哦、所以抱歉、因为我刚好有事情了不能够走开嘛，所以谢谢你们啦，希望你们也尽量的评论、哦、过后我会、做一些回应，好不好？在评论上做回应，不要忘记订阅、哦、不要忘记订阅，不要忘记还没看过我其他的影片，好好的去看。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天佑新加坡，不管哪一个政党胜，哪一个政党败，新加坡一定要赢。